在 B 界，人们搭乘直升机不是因为向往天空，而是为了俯瞰。因为这条绵延50多公里的彩带，只有在空中才能饱览。50多个品种的野生杜鹃花，组成了这片世界最大的天然花园。花海也聚集起人气。别看现在这么热闹，一年中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，他们才能迎来这么多欣赏者。而在大多数时间里，总面积超过125平方公里的杜鹃低调地潜伏着，一整年只为了在初春季节惊艳登场。